各位乡亲，早上好，欢迎收看今日十一月十日公视台记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先开始，咱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今日参加纪念天安门的活动。这是川普选刷头一摆对外行程，啊，不过伊无发表公开。啊，那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是去费城参加天安门的纪念活动。根据调查，已经有500变成的美国人认定拜登是后一任的总统。严格川普是不认输，在密西根州提出选举的诉讼，国务卿蓬佩奥也坚持要交接给第二任的川普政府。美国总统川普跟第一夫人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纪念天安门人节活动，这是川普在选后第一遍正式的公开活动，严格无公开发言，是透过推特发文，又过发一份纪念天安门人节的声明。里面讲，咱因为两国的天安门人享受和平、繁荣加自由的稳定，永远亏欠因，停到无法度估计。民主党的拜登是参加在宾州费城罕见纪念矿场的活动，伊也发声明讲，人民亏欠军队应该照顾因甲因的家属。路透社民调讲，已经有79%的美国人认定拜登胜选，认为川普赢的只敢那3%。川普这边在宾州、乔治亚州等关键摇摆州发动质疑投票加计票公正性的诉讼，有一挂被驳回，严格乔治亚州再一宣布会重新计票。With the margin being so close, it will require a full by hand recount in each county. This will help build confidence. It will be an audit.A recount and a recanvass all at once. It will be a heavy lift, but we will work with the counties to get this done in time for our state certification. 记者问川普当时在连署退场和尽快顺利交接，国务卿蓬佩奥在当地时间七十讲一定会顺利交接给川普。There will be a smooth transition to a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 All right, we're ready.竞争团讲，那总部署一直唔承认拜登当选，高级团队会采取法律行动。严格拜登本人否认，伊讲，川普这边目前对选举作弊指控拢无根据。No, I don't see a need for legal action. Quite frankly, I think the legal action is you're seeing it play out. The actions he's taking, and so far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ny of the assertions made by the president or secretary.State Pompeo. 拜登胜选，伊个执政团队讲，拜登已经甲爱尔兰、德国、法国、加拿大、甲英国个领导人通过电话接受因个祝贺。少数国家，譬如讲中国、俄国、墨西哥、巴西、高兹马，也未对拜登胜选做表态。日本 NHK 报道，首相菅义伟上紧会伫十二甲拜登通电话表达祝贺。南韩 KBS 引述青瓦台网聊报道。总统文在寅正伫咧甲拜登方面安排通话时间，有可能是十二。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为着要加速咱国内预防下研发甲生产，疫情指挥中心昨昏公布一个自愿接受预防下临床试验的报名平台，对即马开始到十一月底，希望有20,000人去报名去试做预防下。欢乐国内生产新冠肺炎疫苗临床试验，因为招募受试者拖延时间，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成立 COVID-19 疫苗临床试验意向登记平台，有意识人引进网络登记，疫苗厂商会联络确认资料，若符合资格就会使。啊，不过登记了后，依然有是毋是受试最后的权利。满十二岁以上无满10岁，爱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指挥中心希望提早1月30日进前募集超过20,000人，因为受试人爱进出医疗院所，抽回这医疗经费会得到厂商的车钱甲营养费，啊，不过也要承担疫苗风险。那万一出现一些因为打疫苗而出现一些状况的话，受试就是试验机关或就是这些医院就会无条件的会帮他们做所有的医疗照护，万一有任何伤害的话，需要的时候也可以由保险机构来负责这个保险的理赔。国内已经有3间厂商进入第一期临床试验，少数已经定出紧急授权条件，要求每一间厂商在第二期人体临床试验人数要有3000人，加上500个对照组，对上一个月确认安全甲有效，才能上市量产。国内礼拜三个新增加4名境外移植个案，3名是一年内在工作期间，同时伫检疫所检疫期满采检确诊。另外一个个案是比利时一个30多岁男性，坐飞机进前有阴性检疫报告，暗过来台湾。完了后出现症状，
在居家检疫期间的时候，曾经有一度大概有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微嗅觉的丧失的症状，那并没有来通报，他以为这是一个，因为时间非常短，但事实上如果那次有通报，可能在那时候就会验出来，可事后他们还觉得就是说要做得更完全，所以做一个自主性的检查。为严防秋冬，疫情相关指挥中心已经进行专案会议。礼拜五会跟各地方政府讨论，礼拜三对正式公布秋冬防疫专案。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表示，咱目前正在跟新加坡对接，讨论互相开放旅游团来观光。经济部嘛讲，即卖已经有外国的电子大公司要用专案的方式申请来台湾，按算来三天，唔免隔离。另外，为着要促进咱国内观光，交通部嘛拍算要继续推出五大旅游补助方案。边境封锁业者苦苦支持交通部推国旅，宣布五大方案。除了纾困3.0预算支持业者薪水补贴到年底，也到预算鼓励业者推经济旅游类出国2.0。十二月起，补助偏向市国旅团，春节期间推出好签专案，鼓励大众运输甲饭店联合优惠。初步是补助成德以北的陆续业者。结合大众运输，包括我们的双铁。和国道客运，我们会希望他们推出优惠的一些方案，然后政府来加码。疏运分流，那可能是他单方面在想，因为开车的人还是会开车。那一个家庭出游，你说光是高铁一个人1000多块，就算你有折扣的话，也要大概4000多、5000多，然后再上台北来又住一个晚上，这样我想大家意愿不会很高。业者表示，虽然已经年底，但目前双北饭店在明年初的农历过年期间订房状况不好，春节是全家出去佚佗的大季，无可能会坐大众运输，希望交通部应立即家己开车也应补助。另外，对业者上硬望的国际旅游泡泡，交通部正是新加坡代表已经排好时间，要到交通部拜会。经济部长王美花也正是已经外资电子大厂专案申请来台湾，搁得到疫情指挥中心同意，按算来台湾三天免隔离。我们是以要来申请的它的这个重要性。它的急迫性，还有它的对国家的贡献度等等，所以其实经济部变成也要做第一个把关了。顶个月碧流旅游泡泡因为碧流感染量能不够，宣告破局，复业者真失望。即马是毋是有新的进展？交通部甲经济部拢强调，即马是秋冬国际疫情要咧加，也是爱以防疫为主，由指挥中心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第22号的风台梵高目前将将变作中度风台，也毋过未来台湾，伊的外围水气今日会开始影响台湾。咱来看云图，今日咱天气受风台外围水气的影响，加上东北风吹来冷空气，今日透早上低温出现伫苗栗龙街观测站，低温是14.8度，日时温度会回升。今日伫桃园以北东半部会有短暂雨，东北部雨会较粗，其他所在外岛是侪云较好天。落雨情形明仔会上加明显，会落到拜六。那温度的方面，各地早暗拢较凉。新竹以北东半部今仔日只是高温有23度到27度，苗栗以南高温是28度到31度。那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来关心经济部抗旱应变中心昨昏开会，考虑到最近无啥机会会落大雨，所以已经宣布讲，嘉义、台南水情的灯号会对青灯改做黄灯。若对11月18日开始，在所在半暝啊买降低水压。台湾今年的水情严重，桃园、新竹、苗栗甲台中水情的灯号10月中已经变做黄灯。目前全台湾的水库，除了牡丹水库的水是白，三门水库蓄水量降到差不多30%。厦门水库仅增加2米，因为最近落大雨的机会无多。因为安尼，为11月18日开始，嘉义甲台南水情的灯号由目前的绿灯，修正做夜间减压供水的黄灯。离峰跟特定时段会降低自来水水管的管压，同时会停工行政机关跟国营事业非急需或非必要用水。那其余的地方，它的那个水情灯号还是维持不变。因为桃园新竹苗栗的万冬稻啊已经停止压水，各界关心嘉南地区的早冬稻啊，敢是同款的停止灌溉？应变中心强调讲，在这个月底会做出决定。育苗业者哦，他大概会在12月初就会开始育苗，所以我们那个中央应变中心的最后的决策点就是会在这个之前
因为我们不希望说我们那个决策会比已经预苗了，然后再做说停止停灌，这样的话会导致整个产业供应会混乱。用水的大户呢，我们也会辅导他在设备上或者是效能上更好的改善。那不论如何，就说这样的一个水情哈，大家还是一起都要来节约用水。永平中心强调讲。工业区甲产业园区已经要求爱省水5%，卖持续追踪。另外，会整备抗旱水井等等，以紧急利用计划增加水源的供应，而且会看情形制作人造物，增加各级水库的抽水量，嘛请民众爱做伙省水，共同度过大水期。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澎湖日报。外交部公布国民年金最新的精算报告，也宣布讲国民年金汇率对明年元旦开始要调高0.5%，保险费会起价，按算有308万人会受影响，其中大部分的人差不多270万人，达个月要加入50块。来看联合报，全国一年有50000多对父母离婚，父母离婚了后，囡仔心内加减会受影响。新北市现在推出家庭复原的计划，这个原是元气的原，虽然无法度恢复到自本家庭的状况，但不过希望囡仔的元气会当复原。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私立的北大尼儿童少年家园前院长童志控讲，伊伫做院长的时涉嫌利用职务侵占公款，也是讲要保管囡仔的存款，金额是超过500万，减掉伊发上班，伊嘛认罪，所以以20万交保。继续关心中国一间先进科技公司甲巴西合作研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防针，也毋过这两天巴西是向向宣布讲要冻结这个计划，嘛即马被批评讲这是政治手段。啊，那巴西因国内反对党是讲巴西的总统自本就无信任中国的预防针。巴西这个严重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家，目前有差不多1万的受试者参加第三阶段的实验，甲中国科兴生物来合作，在巴西当地生产疫苗的布坦坦研究所，接到巴西国家卫生监测局发爱冻结的通知，是真无法度理解，因为监测局并无先甲研究人员讨论。O efeito adverso grave foi analisado e não tem relação com a vacina. Ponto. Esse efeito adverso grave, ele foi relatado25 dias após o candidato ter recebido a vacinação, que nós não sabemos se foi placebo ou se foi a vacina propriamente dita. São Paulo 健康官员表示，最早收到监测局的电子批，要求爱停止实验，而且表示，这跟上个月29日一个受试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死亡的事件并无关系。Em sede de dúvida, para obtenha as informações necessárias que nós estamos falando. Simples assim, não tem nada.Além disso, 托雷斯甲总统波索纳洛的关系真好。波索纳洛本来就对中国疫苗无信任，针对监测局的处理方式，还佫伫个社群媒体顶关庆祝，讲波索纳洛佫赢一届。Como vem sendo feito hoje por algumas pessoas, algumas lideranças muito importantes, é muito triste.辉瑞研发的新冠疫苗临床实验保护力有九成，不过有受试者指出副作用亲像注流感疫苗同款，会头壳痛、发烧、规分子酸痛，甚至像严重水过敏的情形。而且注第二剂了后，状况更加严重。不过，也有受试者认为讲，会当参与疫苗重大发展是一种光荣。另外，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70表示，辉瑞乃当赶紧向卫生监管机关提交临时疫苗，按算美国政府上紧会当为后个月开始，让民众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伫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100万例，死亡人数有127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4例，目前计共584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多例，香港有5400多例，日本超过110万例。目前在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前三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000万例，印度已经超过859万例，巴西超过569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46万例，法国超过185万例，英国超过123万例。
来关心美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病例一直创下新高。十一月七十高一日新增加确诊病例超过200,000例，全美国目前有超过60,000人在住院，是疫情以来人数上多。专家也表示，若是继续激放风，未来两个月美国恐惊有超过110,000人会死亡。为了应付突然间增加调变不幸死亡的病例，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派四台货柜车式的太平间到德州加密斯哥边界阿尔帕索加霍根贵的地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德州第十日将是全美国第一例感染人数超过100,000的州，19,900人死亡。阿尔帕索一天的死亡通报就94例。发生者报道，美国随着通报在过去24点真久增加的确诊21,000例，比之前的10,000例是翻倍。部分原因是官方顶礼拜六延后发布数字造成。在过去2礼拜，因为感染住院的比例增加将近50%，全美国目前有62,000人住院，是已经发生来新冠。顶一边是4,59,000人。美国疫情严重的程度，医疗体系上会当感受。真侪所在健康官员回报讲，医疗院所愈来愈挡袂牢。Our worst nightmare right now for any one of us physicians or healthcare workers is having to choose between a patient in a car accident and a patient with COVID. We are in trouble. Our local and state healthcare resources are approaching their limits. And if nothing is done soon to slow the rise in cases, our hospitals will be more overwhelmed than they already are.专家讲，就爱积极防疫。华盛顿大学的卫生指标加评估研究所讲，未来两个月内恐见有超过100,000人死亡。美国疾管中心伫最安方面提出新的指导方针，讲最安唔那是保护别人，也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缅甸伫11月7日举行国会大选，虽然选举结果也未全部弄出来。不过，翁山书记带头的全国民主人民已经有过半的席次，这摆嘛有一个穆斯林的议员选调，有机会替少数族群来讲话。欢喜激动的选民人昂吉在翁山书记政党的办事处，因是来提早庆祝胜选，因为翁山书记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这摆国会大选的640个席次当中，目前至少摕310席的过半，会继续执政。哎，到国别个啦，那嘛台将侬地下啊，台面台面用，特特拢多咩？警察的去做保镖，也只哦，伫澳内有，了大批的对照，伫那个地下个侬保镖，南西就嘛嘞，打缅甸那个嘛，虚拟的，南个打来。对，一把的，阿怎么就弄啊？今天，安尼的啊，底下也该弄，阿比难人，单比闹车难的，西瓜已经搞没了，就弄标准嘛。第三结果也显示，75岁翁山书记依然是缅甸上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前过去五年，全国民主联盟成绩无好，翁山书记在少数民族罗兴亚人的种族议题处理无适当，和个人在国际受批评。这摆大选同款也被怀疑，剥夺将近150,000多人的投票权。And the inclusiveness is also, from our perspective, even though we got.About 37 million electoral voters. At the same time, we got a lot of people has been disenfranchised, in the Rakhine area. Majority of them are from Rakhine.这摆国会大选也过五年出现第一位穆斯林议员，33岁司徒茂代表全国民主联盟。缅甸以佛教徒较侪，穆斯林只占全国人口的4%，真受轻视。所以司徒茂从政的第一重要工作，就是替弱势族群发声。အဲ့တော့ကျွန်တော်တို့ဒီမျိုးနယ်မှာရှိတဲ့ကျွန်တော်ဘာသာပေါင်းစုံတွေလောက်ရမယ်ဒါပေမဲ့ဟိုဒီမျိုးနယ်မှာရှိတဲ့လူဖွဲ့စည်းတစ်ခုဟာခွဲခြားဆက်ဆံခံနေရတယ်ဆိုရင်ဖိနှိပ်ခံနေရတယ်ဆိုရင်သူမဟုတ်လူခွင့်ချိုးဖောက်ခံနေရဆိုရင်အဲ့ဒီအတွက်ကိုကျွန်တော်တို့ကာဝေးပြုလို့မှာကျွန်တော်တို့တာဝန်ရှိတယ်选举结果在即个两礼拜来公布，新国会按算在明年几月开机。依照宪法规定，总统人选会由国会推派，1/4的国会席次要保留给军方。就算翁山书记占多数席次，未来还是要甲有真大势力军方共享权力。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对香港的立法会有新的规定，那准香港立法会议员宣传也是支持香港独立，都会失去议员的资格。香港政府嘛，随依照这个规定，把4个民主派的议员取消资格。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夜通过议案，并且公布将支持港独的主张，拒绝承认国家主权，一个被认定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会被注销议员的资格，引发香港的动荡。这个案是林郑月娥提出请求的，伊讲港府袂当家己处理限制问题，讲议员也无效忠，中国甲港府无合理。这个宣誓不是就讲一片的宣誓，这个宣誓就表示了这个人是需要拥护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我对这个决定是表示理解和尊重。林郑月娥讲，未来会修订具体宣誓形式，甲违反宣誓效果。中国人大委员长李湛书强调，香港立法会议员就要支持香港基本法，才能真正做到一国两制。港府也宣布，反民主派杨岳桥、郭荣铿、郭家琪、梁志昌失去立法会议员资格。四人拢强调，为着要争取民主，未后悔。可能大家会觉得今天是一个很黑暗的一日，不过我自己看来，这个是对于我们争取民主入边。是很值得去记住和思考的一日。为了表达上强烈的抗议，反民主派十五位立法会议员也集体请辞。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批评中国人大喊过，当我们议员在议会上面监察政府的施政，都会面对是被取消资格的风险。胡志伟批评中国彻底放弃香港基本法，和立法会正做中国人大，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正式宣布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澳洲的警方，昨昏有抓到一件苦读囡仔案件，规模是大到头一摆看到。有抓到14个查甫人，因涉嫌苦读囡仔、性侵囡仔，佮个影片放伫网络顶端。初步调查，受害者上无有46个人。这囡仔唔仅伫纽西兰、澳洲，伫美国、加拿大、欧洲佮亚洲拢有受害者。澳洲警方在当地时间昨夜宣布侦破规模惊悚逼近的跨国虐待囡仔案件，嫌犯涉嫌虐待性侵囡仔，也佫将相关影片放伫咧网络顶散布，也佫侵犯四只动物，干那澳洲受害者就46人。46 child victims being identified in Australia. The age of the victims is between 16 months and 15 years.14 men arrested with 828 charges across New South Wales, Queensland and Western Australia. 澳洲警方一年前就开始调查这些虐待囡仔案件，因对美国所提供的资料追查到几多位大部人，顶个月开始分头抓人，不过每抓到一个人就会发现更加多嫌犯和受害者。国家害是加害者，包括涉事人，其中一个是卡球教练，另外一个捌做过托育人员。受害者内边有16个囡仔来自同一个托育中心。No child should be subjected to abuse and violence from the people they trust, whether that's a family member, a childcare worker, or a soccer coach. Sadly and heartbreakingly, this has been the case for the victims. 这系列的虐待囡仔案件，牵涉范围真宽。遍及澳洲、亚洲、美国、加拿大、加纽西兰，澳洲警方已经移交146件案件和涉及国家的司法机关，其中美国已经抓到三个大部人。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跟乡亲们做伙来看世界。世界卫生大会举行线顶的会议进入第三天，因为有时差，网络设备好歹毛差，开会是问题了了。啊，不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美国、日本等13个国家替咱台湾讲话。来关心2020东京奥运，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延到明年热天才要举行。日本关西大学即马有学者公布上新的数字，讲若是疫情继续扩大，东京奥运拍运简单举办，安尼日本的经济损失会达到3847亿的新台币。来关心技术用中国工具的设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昏是表示，目前已经有要挖50个国家、170间电信业者加入美国带头的清洁网络这项计划。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宣布讲，美国加咱台湾的经济对话会伫11月20日美国举行。美国是由驻京克拉克带头，那咱台湾这边是派出经济部处长的带团去华府参加。总统蔡英文是表示讲，这代表台美关系有进展，不是用嘴公公的娘娘，是有影在做。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结果也未正式公布，川普政府听台湾的行动也拢无停。国务卿蓬佩奥伫随即宣布，进前讨论过真久的美台经济对话会伫11月20日开始，这样代表美台经济共伴的关系真健全，而且继续成长。The dialogue signifies tha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 vibrant democracy and a reliable partner, is strong and growing.Will help increase cooperation on everything from safe and secure supply chains to the clean and 5G security to health security and to more. 这不仅象征台美关系的一个进展，也证明了我们的国际杯不是纸上谈兵，更是着手投入的现在进行式。美台经济对话会由九月中访问台湾的国务卿驻京克拉克带头，以实体搭配视讯方式进行。实体部分伫咧华府办，台湾方面计划由经济部处长陈建奇带团访问美国。经济部讲，双方将会讨论包括全球健康安全、科学技术、5G 清洁网络等八项议题。就这一些议题呢，大家就可以知道啊、这个台美之间哈、深化经济合作哈、是一个啊、今天就像蓬佩奥提到的是啊、让台湾更强大。让台美关系更好。经济部长王美花将会加行政及政务会员陈建中，也个外交部长吴钊燮等相关部会官员，20伫咧国内用视讯方式同步参加。外交部讲，这边的对话是台美关系重大里程碑。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讲，这当看出蔡政府的成绩，台美关系愈来愈好，双方会进一步加强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来关心，漳浦梅雅家己市传出一个姓黄的查某人伫厝内举刀啊杀爷娘嘞，伊老母随赶紧敲电话报警察获救命，因为有受伤，所以嘛被送病院急救。伫11:10，家己市一栋大楼的大火，拢出来看发生什么代志？外口有停救护车、消防车、甲警车，警方接到报案，讲一名姓黄的女子因为冤家甲老母杀受伤。他有一些明显的一些伤口撕裂伤，因为还要找那个凶器之类的，因为他没有承认说他用刀子或是用其他的利刃还是用什么东西。救护人员到场了，发现50岁老母鼻头顶有2-3公分的擦烫过空碎，脚趾边有30公分的刀伤。手摇刀伤，好佳哉人阁正清醒，无性命危险，随送病急救。33岁姓的女子是踮伫咧房间内唔肯出，警方一直甲扣控也唔肯出，要甲门弄开，人带登去派出所。女儿目前比较情绪比较不稳定，所以我们由我们同仁进一步待她情绪稳定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进一步厘清她整个案件的发生的原因。警方伫咧现场找到一支怀疑是凶器的水果刀。消防人员讲，这位姓黄的女子有身心疾病，长期看医生，因为案发了情绪无稳定，警方也快进一步调查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泥下边的公司金昌石矿，去法院判讲要补偿环境现况的差异分析，等一挂报告才当继续动工。所以即摆因已经停工几若个月啊。张下波环保署进行审查，这个案有修正通过，经过计算，伫只挖矿20吨，虽讲会当创造35亿的产业价值，啊，不过生态嘛要付出21亿的代价。本来青翠的山头，被人作假未输草头。矿场附近的原住民部落也担心开矿会威胁因的性命财产。金昌石矿和环保团体告败诉，转先经过环境现况差异的分析报告审查，才让动工。尾仔虽然提上诉，严哥也主动提出环现差，已经停工5个月啊。有员工希望环评委员手续严格管理，严哥有面带反对。也许缺你的希望。我们接单实况能够尽早复工，希望盼望长官们能够高抬贵手。企业跟政府还有环评委员
你们在玩把戏吗？把泰鲁格族传统领域出卖掉，这听起来像是公平正义的国家吗？金钟也算出乌矿所需要付出的生态性服务价值，每年减少一亿八百万，二十年落来生态地价差不多21.6亿。金钟承诺每年会用580万以上做复育措施。环评委员要求要定期做检讨，保证会当做到。如果说你的富裕不好的话，这20亿就是自然为你们公司所付出的代价。你这个收入其实是在 GDP 的这个贡献上面可能是很小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在自然上面就是我们损失非常大。最后案件修正通过，金钟公司爱针对从悬浮为例做空污的自动连续监测，一个开工了每五年就要针对服务成果做滚动式检讨，在环保署正式公告了就当复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安南区到芬仔中卫区，因为南科带动，而且讲未来三冬会有真侪人搬入去遐，所以已经是甲各中甲各校的学校先起咧等，按算每年三四月份要开始招生，即马已经有真侪家长去关心。工人真无闲咧赶工，按望点每年六月进行顺利完工。未少学校受消暑化影响，面临减班或者是病号压力的时阵，台南安南科线反倒登岸的新区高分啊国中小学。九份子国中小所在的区域就是九份子从化区。就我现在手边我所掌握的资料，就是说未来陆续在三年之内，那这些大楼会陆陆续续完工。目前我所了解的总户数已经到达将近2000多户到3000户。台南市第一间九年一贯国中小学也未开始招生，都真侪人来问。附近建涵甚至因为学校加持未了了，其中有将近20%是南科工龄师妹的，已经匿名的反映学校名额无够的问题。希望讲看会当较紧，看用较济，看会当搁增建无啦，安尼啦。啊，无大家拢足爱要入去即间读的。这有一间那个国中小的新的学校，所以会让那个海淀国小的人数分散一些。为避免影响在地学生权益，台南市教育局表示，招生会以弱势学生甲户籍设较久的优先。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其中一方有登记在手册啊，兄姐部分是在新生里面，教职员子女或基本学区的新生跟涉及共同学区的新生等顺序，以那个现在的一个入学的部分，一定是看你涉及的监控的部分。教育处主任表示，九年一贯国中小学对学校规划各个完成的阶段成教学进度有帮助，不只是升学导向，是爱为自细汉培养囡仔国际视野甲国际观。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红头树甲绿岛有一种强要坐种的树啊，叫做福光树。后来透过农委会合作，即马会当进来看水。即马有一间民间的企业捐11丛福光树，予台东的富山国小，希望囡仔种树啊，嘛鼓励大家爱减碳。台东县富山国际实验小学的学生，做伙伫学校种企业捐的树啊。这个树啊是金星木姜子，嘛叫做福光树，因为树啊的下底面日头若照落，就会金闪闪。因为有一个传说，伫个绿岛甲南苏才有诶这种树啊。伫暗时，月亮照落就会发光，会当引带渔船啊登到厝。你若富山国小嘛，伫个海边啊，种这种树啊，是为着要让树啊会当登去故乡来成长。佛光树是兰屿的原生种，也就是我们台东的原生种。在10多年前之后，其实林务局有将它拿到本岛来复育，哇，算复育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才有办法在台湾本岛，尤其台东靠近兰屿绿岛这个气候，其实是相对适合。福光树去予农委会来做轻度濒临断种的完成树种。学校表示，选伫11月11日种树啊，除了复育，嘛希望会当甲即卖袂少行业，当伫咧举行拍一个活动，形成对比，呼吁大家唔通冲动买物件，替环境尽一份责任减碳的力量。最主要是想让孩子们知道说，当我们在消费地球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更具有一些全球的公民责任。企业即个拢总捐11丛蒲公树，市价一丛差不多要10万左右。学校表示，未来还阁会请企业提供文创课程，教学生囡仔利用这种树啊来做香水，还阁有利用叶啊甲茶几做相关的文创作品，让学生学着利用天然的物件来创造循环的经济。记者综合报道。
北方放上头，咱来去南投。南投新义乡顶个月有推出走音节，要推出观光。上个重要重头戏就是传统祭典布农族的抓猪比赛。这项祭典已经停办几年冬啊，今年阁恢复。乡公所是改良比赛的内容，或者比赛有趣味性，嘛会当传承布农族的文化。五六个查甫人把山猪围起来，山下来要想办法用绳子把猪仔的四只脚绑起来，做伙跟猪在运动埕走一日。这个时阵，大家已经走甲平平喘啦。望美村及丰秋村加油！跑步啊，上山，然后去啊拿弓箭射猎物。那我们现在就替代为啊猪，那啊射完之后。那我们又再把山猪扛回来，众民都很热情。那今天一天下来哈，场面一直都热烈不断哈。那有些我们的机关团体也参与了一些某些部分活动，真的是永生难忘。不论打猎两地的传统，考验勇士的体力和智慧，经过改良，游玩真趣味。唔那湾居民部落组队。这摆包括新木川、毛派人参加体验。我们没有分什么汉人、原住民，我们没有分。其实我们早就融合了。其实参与这个手拉哈手猎抓猪的这个活动，其实非常的有趣哈。也是表现团队合作的一个部分哈。不论传统的杜马纳努，也就是抓猪比赛，之前有互人批评，不过即马改良变作较趣味的过关比赛，嘛保存原来。来的帕拉文化，会当让布伦继续把杜马纳努的精神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真罕得看到草厝啊！为着要让大家知影永过农村的生活，新竹县的文化保存区有举办稻草环境种植艺术展览，让民众来体验古早田庄的生活。Go！大家已经放进棒啊，才有大捆的草荫，总算有淡薄啊向前山顶动。另一边是用稻草砌的草啊厝，内面阁有弓手，囡仔耍甲真欢喜。为什么稻草屋会被吹掉呢？因为大野狼，这是木草的，然后大野狼会吹走，然后风也会啊。我们就是利用童趣的方式，想说让孩子在都市里面可以感受到说，其实我们以前农村生活是怎么样的状态。主要的发想是说，我们以三只小猪来作为发想，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大野狼设定为一个就是坏人的角色。其实他做到最后，其实大野狼比较像是跟着小猪们一起在这里玩乐的一个状态。2020新华处大地艺术季，这次特别用稻草来拍造大野狼甲三只猪仔囝的故事。真侪时代看到久无看到的草啊厝，刷想起囡仔时的记忆。他就说他以前住过这个房子，然后他在跟我们解释说，其实以前的茅草屋也是不会漏水的。那以前的茅草屋是两层，那我们做起来只有一层。然后他就说啊，你们这个会漏水哦，你们要不要再补强一下什么？可是他其实当下还蛮感，他说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稻草屋的感觉。主办单位讲，这个活动除了想要让现在的囡仔体验农村生活的趣味，也当了解过去稻草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也有资源宣传的真心在内。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由妇女救援基金会经营的阿嬷岛人权博物馆，因为无钱蚀本，十一月初十的时已经休馆。也毋过文化部表示，未来会继续补助，按算明年四月份打算伫新的所在重新开幕。即个若无以后无留咧，阮其实嘛真唔甘啦。一拍一拍的电话，甲阿嬷话的加工笑互光，代表阿嬷的人生虽望坎坎坷坷，还是充满希望。来到这间全台湾头一个由民间组织成立专门推展慰安妇故事的阿嬷岛人权博物馆，就会使看到阿嬷的作品。不如果傅元辉讲，经营阿嬷岛四冬了千外班，在咧十一月初十已经关门。房租真的是太高了，捐款的那个。
金额也比较少，第二年第三年有门票收入的时候跟一些商品的时候才有这些商品的一些收入，很多活动要去做宣传，那需要人力，那人力的部分也是需要一笔开销。胡万辉说，以社会福利团体力量经营这种长时间展览的博物馆，包括场地、装潢、人力、第一线的慰问和陪伴服务，今年平均每个月要开60多万。不过今年正月到十月有向文化部请到的补助才73万元。提倡妇女权益38单元的民间基金会认为，未来阿妈岛应该和政府相关的博物馆做伙合作，到宣传也增加连结度。它有没有可能是，就是例如说，就是民间跟政府一起合作，一起经营？但显然就是阿妈奖可能还没有被纳入到这个体系里面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资源会缺乏，是一个当然是就是物理上财务的支持，那另外一个可能是文化资源上的这种就是互惠这样子。阿那文化部是表示，这个当拢有徛伫维护文化宾馆、保障多元族群有发声机会的立场，助赞阿妈岛永续经营，未来也继续愿意补助的金额。在这个之前，文化部也召开2次的跨部会协调会议，我们邀请了卫福部、国产署，还有这个台北市政府哈，那个共同来研议。那后续哈，文化部也会尽可能的协助必要的经费来补助哈。来帮助阿嬷的厝会用重新开幕。刷入去阿嬷岛，会刷去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3段瓦近捷运民权西路站的办公大楼，按算每年4月份重新开幕，也固定时间外无同主题，缩小规模展示，减少支出。也期待阿嬷的故事会当继续留落来，刺激社会实践女性平权。记者民警张玉水台北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现在手机和平板电脑越来越普遍。屏东有一个今年才5岁的女孩，长期用手机在看影片，一天是看4点钟久，结果孩子的眼睛发炎，去检查发现5岁的孩子不但近视，也滴到眼睛结石，还有打湿的镜头。5岁的女童和家长抱会当地检查目睭，因为伊最近常常累目睭，目睭嘛常常发炎。检查了的结果，家长拢讲起啊，女童唔但有近视，目睭都非常的打涩，而且两蕊目睭的下目睭皮内底拢有结石。这个案例非常特别啊！我两边翻开的时候，大约两边的眼睛，一开始以为是她长针眼了，那结果不是，竟然是长眼结石啊！那他的眼结石大小大约大概0.1公分左右了。医师表示，结石一般拢是大人才会发生，遮尼细汉就有结石真罕见。若是本身有过敏，还是干眼症，目屎较少，无法度把积伫目睭内底的物件冲走，就较高产生结石。部分的研究发现，常常耍手机啊，会较少腻目睭，连带目屎分泌嘛会减少，发生干眼症的机会就会变高。现在的社会好像手机还算蛮频繁的啦，对啊，就是电视啊，对，手机，他蛮常看的。对，有时候就是家里的人谁如果有空，他可能就拿给他看。医生表示，目睭有结石的时阵，一开始可能会感觉敢若有物件伫内底，慢慢会有打湿、充血等状况。若是结石变大，都有可能会磨伤眼面衣，千万要注意。提醒家长唔通把手机啊，还是平板当作照顾囡仔的工具，以免囡仔的目睭因为长时间看荧幕受到伤害。记者陈环武、面交官高雄报道。受疫情影响，即卖外送平台的生意真好，嘛增加使用免洗碗盘、免洗餐具的机会。台南市的环保局最近是试办环保外送，用会当洗的阿爸裤仔来底食物，食煞洗洗还转去，阁会当赚30块。食饭时间一日到，无想要出去买食的人，利用外送平台解决食饭的问题。不过详细看，桌顶即几个饭盒啊、甲饮料的杯啊，煞甲一般做做的便当阿爸无啥共款。即卖只要伫咧台南叫外送。有部分的店头会提供环保便当盒，让民众来选择，减少用一盖就断掉的碗盘和杯啊。那其实这样一天下来，制造垃圾是蛮多的，对啊。那所以现在有这个选择，就是我们在订餐的时候可以选择，那我就会选择说用这样的餐具。受到疫情的影响，民众较少出门吃饭，所以餐饮外送平台的商机有成长。不过，粪扫也对在增加。根据台南市环保局的统计，今年3月份到6月份，用纸做的用一盖就断掉的碗盘和杯啊。
回收的量比去年同期增加40%至50%。环保局结合外送平台，甲餐具供应商，还有22间的店头，来试办环保外送的服务。那每天大概有800公斤的外送免洗餐具产生，在我们选定台南市外送最大量的三个地点，包括台南市的东区、北区及中西区，共同试办全国所推的循环容器外送。所以我们只要做到就是帮他们批印，跟就是人那个回收厂商来回收的应对就好。其实相对已经节省很多麻烦。食饭饱了后，简单洗洗嘞，伫三工内提起行，有28个所在会当选择，而且阁会当得到30块的优惠，鼓励民众来使用。如果进驻的店家多的话，应该就会蛮方便的。但如果比较少的话，可能开始就不太习惯。对于消费者来讲，如果回收价格可以更便宜的话，对消费者来讲的话是最好的。环保的阿爸回收了后，做清洁甲消毒，就会当阁继续使用。买单减少消磨，用一盖就单掉造作的碗盘甲杯啊。不过，这也是爱民众做伙来参与，才会当落实环保爱地球的理念。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乌日核电炉变较多，逐天上下班的时间一定会大塞车，因为无几分钟久就有火车会过去，塞车塞掉咧，一等拢是十外分钟。民众是希望讲台中铁路高架化会当继续往南平做，安尼才当解决塞车的问题。边高头为哪扛出来准备进站的火车慢慢通过？在乌日区核电路这边高头，那个上下班的时阵，都会大塞车，常常回到到第一线顶管，造成交通大拍夹。当地民众真怨叹，希望相关单位应赶紧解决这个交通问题。是咱三号里成功社区这的阵哦，是上大的这个困扰，因为要过一这，比如讲啊，我都要载一个孙仔上课。干那点啊，等甲出道。网络咧讲笑话，迄毋是笑话就对啊，用算一下游戏啊吼，还阁会付就对啦。吼，啊当然这是几啊年前啊吼，迄个相关单位啊，交通局啊，都拢讲有要铁路高架啊吼，啊但是讲归讲吼，拢无安尼做就对啦。李总表示，核电路上下班时间车流大，滨口道离代替新乌日站各只有400公尺。新乌日站是台中高铁站的重要转车站，所以通勤时间班次真多。相比这个时阵，甚至几十分钟就一班车进站。滨口道常常一等就是10多分钟。原本真侪年前规划铁路高架化来解决，啊，不过后来却无消无息。交通局这边会针对行经中山路需要走学田路这边的民众，然后做一个替代道路的导引。那这部分交通局会赶快来做一个替代牌面的一个设置。目前台中铁路高架化向南至做个大庆站地方整备，卡数要解决平交道塞车问题，都要将高架化做个成功站。台中市府表示，除了讨论相关可能性以外，也请当地派出所加强交通接缝时间的速度，并将也应选其他替代道路，避开开塞车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校外教学在咱台湾，学生囡仔会甲当作是出门去佚佗。啊，毋过伫澳洲塔斯马尼亚一个所在，有一间学校，校外教学是甲农场合作，毋是凊彩耍耍的娘娘，是真正爱去花去经营农场，甲科学甲数学融入生活，爱去控制成本，爱去了解动物，嘛训练囡仔的领导能力。甲羊套索啊，即阵各高中无同年级的学生。伫咧练习安怎牵羊，伫咧草坡啊散步，了后当然爱甲因牵登去围栏内面。另外这边是小学部的学生，因伫咧学安怎饲兔啊，甲饲鸡。All chicks are really cute. All baby animals are really cute, except for like mice and things. 塔斯马尼亚东南边的塔斯曼半岛，当地这间学校利用学校边的空地设一个农场。饲的动物就较细只的鸡、兔啊，到较大只的牛、羊、猪拢有。也替高中部的学生设专门课程，协助学生摕到跳步业的执照。学校设这个牧场的目标是要让学生有更加侪机会，伫咧实际操作内面学习到多元化的科目。Whether it's just growing a tomato crop from start to finish, or even raising chickens for eggs, it's something that's really tangible for the kids to get a hold of and really run with.譬如讲，牛羊都因为怎啊，要哪加设？伫饲的过程，各种的成本要哪计算？食完即款废弃物要哪回收再利用来发电？甲学生较无兴趣的数学加自然科学融入实际生活。Selling process and how much money we make from them, and that's pretty cool.
How much money are you making from them? Oh, well, quite a lot. 而且饲动物唔是让因食饱呢。I think kids learn about respectful behaviour to animals. It helps them develop respectful behaviour to people. 饲动物体型基本上跟学生的年纪正比，正常是高中辈学生就是羊、牛、猪。而且唔但是爱学安怎饲，也关照着农业展览的场合做初阶裁判，训练伫咧众人的面前发表演讲。澳洲广播公司报道讲，唔是所有学校拢有在雕饰农场，用钢管方式和学生伫咧操作中学习。重点是，甲原本和真侪囡仔看到就惊的数学课，或者是自然课，甲实际生活结合。所以每一间学校拢会当依照家己的条件，和教甲学的过程，和学生伫咧得体、体群各方面拢有成长。记者综合报道。所以，从旧品牌 IKEA 十一月份开始，在全世界设头一间回收、修理、阁转卖专门的二手店，希望鼓励大家小宝爱护地球。客户伫咧正清平店面参观买物件，看起来甲全世界其他400多间 IKEA 店面无差别。啊，毋过伫另外一个所在，所有几个员工甲旧家具放做伙，有诶负责摒表面，有诶伫咧检查各部位零件感受条，啊，阁有外表感受垃圾也是扣着伤。好工产品制作过程环保标准真高的 IKEA， 为着在2030年进前达成进一步降低产销流程碳排放的目标，今年下半年开始一系列回收二手家具佮降低专卖企业计划。头期先是九月份伫咧英国爱丁堡格拉斯哥的分店，企业接受消费者佮伊只买过，后来却无伫使用 IKEA 家具卖转去予业者，因为企业是正成功。11月份佮要扩大到全英国，啊，佮有附近的爱尼兰。啊，不过IKEA毋是全部拢收，像讲伫咧室外使用的家具，啊，佮有用着玻璃的家具，或者是布做的物件、灶卡利用的，啊，佮有囡仔用品等等，拢排除伫咧回收范围以外。不过11月分开的二手家具示范店，更是采取甲英国同款的优惠措施，目前也佮毋知。Och det är ju allt ifrån hur vi tillverkar våra produkter till hur vi kan ta hand om produkter som har varit ute hos våra kunder och se då hur vi kan förlänga livet på dem.IKEA 二手市饭店伫咧水电的做法是甲所在地爱斯基尔斯蒂纳市政府来合作。对消费者来讲，买卖新的家具是爱开真侪钱，这款的二手店会使讲是因的天堂。Jag har köpt en pall som jag fastnade för. Det var väl slut när vi skulle köpa den sist på IKEA. Så jag såg den där på Finnhörnan i Västerås. Ska jag gå in och ta den, men glömde jag bort den. Så hittade den här, det var ju helt perfekt.这个月二日是美国的感恩节，啊，不过过冬工日期是一年一届的黑色礼拜五的大拍卖，也是全球小卖业的大代志。IKEA希望在这个拼死买物件的日子来进行，会当让消费者加思考，家己敢是真正需要这个物件，或者是干那为着想要买来买。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今仔日受风台外围水气的影响，加上东北风，伫桃园以北、东半部有短暂雨，雨会落到拜六。各地头早暗拢较凉凉，乡亲爱脱衫，再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高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高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高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高26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到25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顺心，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咱再会。